西递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乾县，是安徽南部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古村落。粉墙黛瓦的百年老屋，高耸其间的马头墙，坐落在宁静悠远的大地上。西递位于安徽乾县南部，始建于北宋，迄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。因村边有水溪流，又因古有递送邮件的驿站，故而得名西递。整个村落呈船形，四面环山，两条溪流穿村而过，村中皆向沿溪而设，均用青石铺地。西递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建筑124幢，祠堂3座，淡雅朴素，错落有致。吕福堂建于康熙年间，是一座分前后厅、3间3楼结构的民居建筑，高大宽敞，雅秀古朴。厅内陈设压画桌，桌上东侧置放一花瓶，西侧摆设一古镜，取谐音东瓶西镜之意。大府邸是西递村中另一处古宅，建于清康熙30年，为临街亭阁式建筑，门额下有做退一步想的题字，语意警醒，耐人寻味。举目环绕，村外树木浓郁，景色尽收眼底。宏村位于乾县东北部，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，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，现存明清时期古建筑138幢。宏村水系采用仿生学的牛形布局，以雷岗山为牛头，村口的两株古树为牛角。因地势较高，常有云蒸霞蔚的美景，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。整个村落就像一头悠闲的水牛，静卧在青山绿水之中。承志堂位于村中水镇上游，建于清咸丰5年，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筑，整栋建筑为木结构，内部由砖、石、木雕装饰，精雕细刻，朱柱金梁，经过100余年时光的消磨，至今仍光彩如初。南湖书院建于清嘉庆年间，由至道堂、文昌阁、启蒙阁、惠文阁、望湖楼、底园6部分组成。至道堂是先生讲学的场所，建筑宽敞明亮，布局规整。文昌阁奉设孔子文位，学生在这里对孔子瞻仰膜拜。启蒙阁是学生启蒙和读书之处，置身其中，就仿佛自己也在这座院子里读书一般。惠文阁是供学生查阅4书5经、吟诗作赋的场所。望湖楼是书院内教学闲暇、观景休息的地方。一湖碧水位于书院前，书院连接着楼舍，与碧水蓝天交相辉映。步步入景，处处如画的西递宏村，以其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，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，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而闻名天下，是中国徽派建筑的典范之作。